好久不见啊！啊，是好久不见。苏沫，好久不见啊！啊，是好久不见。苏小姐你好，我是同瑞安的妻子岳珊珊。有件事我一直想当面跟你解释，也见不着你，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。哎，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们走了啊。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？苏沫，我知道你是瑞安的前女友，也知道你一直把我当做你们感情之间的第三者，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。 你作弊被处分的时候，瑞安从心里就已经跟你分手了。他无法接受一个不诚实的人做自己的女朋友，所以你们感情破裂与我无关。要怪，知道你卑鄙，没想到你如此卑鄙啊！我作弊，明明是你作弊，我听你顶了包，到现在了你居然还在撒谎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听他瞎说呢？不可能。 我的手机里面还留有我们当年的聊天记录，要不要看一下？苏沫，你想干什么？怎么了？心虚了？谁作弊谁心里有数。不是，当时情况比较紧急。所以当时你们根本就没有分手。童然，你够了！哎，不是，沈珊，沈珊，我跟你有多大仇？你要这么回我？回你怎么了？你不但利用我，还诬陷我，烂穿底线了吧你？ 你是这儿的员工是吧？把你们经理叫过来，我要投诉作为员工故意破坏客人家庭关系，谁敢来你们这儿以后？经理呢？我是你们这儿高级会员，经理呢？有什么投诉建议可以告诉我。你是这儿经理吗？我不是经理，我是安盛集团总裁王居安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你的投诉我可以亲自受理。 谁让你是我太太的老同学呢？对吧，亲爱的？太太，你们？是啊，谢谢你当初离开了我，才没让我栽进你这个烂泥潭里，也让我看清楚了什么样的人才值得珍惜。嗯，好，你们还挺般配的啊。哎，王总你好，我是累了吗？ 你是那什么安吗？给你提个醒啊，我这个人小气得很，我欺负谁都可以，别人动我的人可不行，懂吗？哎呀，你说，我现在都不舍得让你走路了。珊珊，珊珊。 为什么要躲着我？我没躲。一个月期限到了，我要谈谈。明天是最后一天。